娘娘来了。本宫来是要告诉你，富贵妃和她弟弟已经被处死了。这次你输得一败涂地。败。只要罪臣的命还在，这场对弈就不会结束。眼看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的局面已大不同。 能和罪臣对弈的，只有叶凝之。凝之，成也凝之，败也凝之，他会救很多人，也会害死很多人。这又是你的预言吗？罪臣昨晚夜观星象，发现一月之内，整个燕都城。 怎么了？看着我不说话。那天你跟我说，朗坤不可杀。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我只是觉得，朗坤的眼神有些神秘，好像不只是皇后身边的一条狗。狗比他可爱多了，他就是个小人，泼皮无赖。哼，他又做什么了？自从他得势。 人人都要忍受他的肆意妄为、嚣张跋扈。你说，我们是不是被朗坤所迷惑了？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？朗坤深得皇后器重。这次因为小皇子的事情，我彻底触怒了皇后。看来只有你才能劝他了。皇后未必真的听我劝，恐怕皇后自己也知道，他的做法已经犯了众怒，但他就是故意放任了。 要去找你呢，怎么了？刚刚朗坤带了一帮人来，把荣少时、紫菱、梦婷都抓走了，说他们三个前些时日行为不端，互相包庇，违反宫规，要抓回去好好拷问。朗坤有什么证据？朗坤抓人需要证据吗？我现在就去找皇后娘娘。紫菱他们不会有事的。凝之，娘娘，两大人抓了梨花学堂的荣少时和其他两位宫女。 非要冤枉他们行为不端，现在正在严刑拷打呢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兰坤做事一向仔细，抓了人一定只是想查清楚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。你放心吧，如果他们是清白的，兰坤一定会马上放了他们。娘娘，奴婢是梨花学堂出来的，里面的情况奴婢再清楚不过了。 他们绝对不会是行为不端的人，你不是答应过奴婢不再让朗坤刁难他们了吗？谁让他们现在又犯了事呢？娘娘，这件事情必有误会，需要你来主持公道。事出必有因，朗坤既然抓了梨花学堂的宫女，那证明他们一定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妥。你放心吧，朗坤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。
我明白了，娘娘，你明知道他们是无辜的，却还纵容朗坤去刁难他们、虐待他们，目的就是搅得后宫鸡犬不宁罢了。是不是本宫在你眼里是一个不分是非、不辨黑白的疯妇？叶凝之，你得小心说话，一不小心，你也会人头落地的。娘娘，你不就是想看他们？ 惊慌失措、求告无门的样子吗？你不就是想看他们跪在永德宫门口向你求饶吗？他们越害怕，你就越高兴，难道不是吗？继续说下去。当然还有一个理由，你希望所有的人都像朗坤一样，唯唯诺诺的在你脚边，做一只听话的狗。你说是黑夜，就没有人敢说是白天。 叶凝之，你以前可从来不敢跟本宫说这些话，现在是谁教你说这些话的？是不是魏国？所有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，只是嘴上不敢这么说而已。所有人是谁？叫他们一个个过来对质。娘娘，爱之深，则之切。我敬重你，所以我才希望。 你在后宫众人心中，是真心实意的得到爱戴。你听好了，你以为你对别人付出真心，别人就会拿真心回报你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宫中，最不缺的就是虚情假意。本宫不需要所有人的真心，本宫只需要所有人的顺服。皇后娘娘。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，一直以来都有魏广和本宫保护你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后宫中人心有多么的险恶，这宫墙有多么的冰冷。我是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梨花学堂的姐妹对我真心实意，我同样也会以真心回报她们。好，那就慢慢端详，看到最后，谁是最凄惨的那一个。 奴婢告退，娘娘保重。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很久没睡个安稳觉了，让我一次睡个够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行，每天这个时候你都要伺候皇后娘娘用茶点的呀，你还偷懒，不想活了，快回永德宫。对，谁要管那谁管，我再也不回永德宫了。宫女叶凝之，皇后娘娘口谕，即日起你不用到永德宫伺候了。 大人，大半夜到宫女房来，好像有点不大合适啊。多亏华长史通融，让我在这里等你。那你已经知道皇后娘娘不要我的事儿了。嗯。可我没想到，你还是去定州皇后了。那个朗坤，把梨花学堂的姐妹都抓起来了，我怎么能够置之不理呢？
其实我也没想过要去顶撞皇后，就是话到嘴边一下子太气愤了。你就是这样的人，我知道，男孩子气吗？嗯，是善良，我最喜欢你的地方。 只有善良也解决不了问题呀。朗坤抓梨花学堂宫女，说是富贵妃安排的人，只是一个说辞罢了。过些时势头减弱，朗坤也不会抓住这件事情不放的。去到太后身边，对你来说并不是件坏事，所以就不用太过忧心了。嗯，哎，以后做任何事情啊。 还是不要太过冲动。生气的时候，不妨想想我，想想我，有那么好笑吗？有你真好。 明芝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像鬼画符一样。可不是嘛，看得太后眉头都皱起来了。我的字虽然难看，但是太上老君的字不丑啊。急急如律令，太上老君来助我。我就不信你能把太上老君请过来。哼，你不信啊？这太上老君的第一个字就是万，他要祝太后万寿无疆。好，你们玩吧。 哀家累了，先歇着了。日头正升，人都好眠。日头正升，人都好眠。是我，是我。哎呦，这可奇了，这鹦鹉养了几年，从没说过话。 今天怎么开口了？你就不加，你就不加。你们瞧瞧，连他都知道心情不佳。鹦鹉好玩是好玩，只是有时候不知礼数，不分尊卑。哎，你欠打！好了好了，你的心思哀家知道了。太后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不要再装了。 让我这哑巴鹦鹉开了口，背后一定没少花功夫吧？哎，太后明察秋毫，奴婢这点小心思，真的是瞒不过你的眼睛。你这丫头呀，的确与别不同，难怪皇后也这么心疼你。哪儿心疼了？我刚刚才被她从永德宫撵了出来呢。哎，这就是你不懂了，皇后为什么偏偏把你送到哀家宫里呢？ 就是因为你这古灵精怪的脾性，他怕把你送到其他妃子的宫里，不出三日就会惹出祸端，小命不保。不过，你这驯鸟兽的方法倒是有几分意思。我娘是百戏团的。
我三岁就开始闯江湖了。哟，这么小就出去讨生活，日子很苦吧？嗯，辛苦是辛苦，不过我们百戏团20几个人，老老少少都跟一家人一样，有什么事情我都互相帮忙。我觉得那段日子真的非常开心快乐。像一家人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全天下都属庞家，可这骨肉亲情还不及老百姓家。生在皇家，哪里还有家人呢？太后，奴婢经过御花园，看见不知从哪儿飞来了4只鹦鹉，比这只笨蛋鹦鹉强多了。要不，随奴婢去看看去。你随奴婢看看就知道了。那信你这一回，要再有第二回，我可不饶。好，太后小心脚下。没事，你不用扶着哀家。那几只鹦鹉到底在哪儿啊？在那边，那边。哪边？那。真是奇了怪了啊！前几日这鹦鹉都在上空盘旋，今日却不见了。不如太后，咱们就在这儿边喝茶，然后慢慢等。只怕这4只鹦鹉是假，想诓哀家来御花园逛逛是真吧？太后真是英明，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。其实啊，是皇后娘娘担心你的凤体，所以专门派奴婢过来给你解解闷儿的。你看，这御花园百花齐放，这空气又好，在这儿多待会儿，自然心情也会好很多啊。只怕哀家这心结你们解不了啊。这皇家肩负天下百姓生计，哀家是一日不敢掉以轻心呐。今日可有见过皇后吗？其实奴婢已经有近十日没有见过皇后娘娘了。其实啊，皇后还是对你不薄的，你不必担心。她时常在哀家面前提醒你，说你心地善良。真的？啊，对了，你如今说话的腔调倒是蛮像皇后。太后，你不是打趣我吧？不过皇后娘娘的仪态神情，我倒是驾轻就熟。真的吗？那你快学来，让哀家看看。好啊。在你眼里，本宫就是是非不明、黑白不分的疯妇吗？叶宁芝，你说话小心点，否则的话人头不保。啊！皇上来了，怎么也不通传呢？参见皇上。母后，看到母后如此开心，儿臣也就放心了。听闻母后一直在宫里待着不爱出来，儿臣甚是担心，正要去给母后请安，没想到在这里看到母后，还不是这个古灵精怪的丫头啊！快起来吧，古灵精怪，着实令朕惊喜不断。怎么像块木头似的？难道没什么事向本宫禀报吗？臣有一事。我听说呢，太后最近颇为宠爱叶宁芝。今天有人看到叶宁芝陪太后去了御花园，那个叶宁芝啊，胆大包天，学娘娘您的神态，逗得太后捧腹大笑。娘娘，那个叶宁芝此举乃是大不敬。够了，区区一个宫女，难道你也让本宫跟她计较吗？还有别的事吗？啊，还有一事，就是微臣呢，前几天听说，在这个城里，
皇后娘娘，奴婢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责罚奴婢？本宫打你，你心里应该清楚才对。宁芝，嗯，刚才我在御花园撞见魏大人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他奉皇后之命要出宫办点差事。很着急吗？那他有没有说是今晚出去，还是明早出去？魏大人并未透露。哦，那我去找他。谢谢啊。你是谁？你别跑，我对你没有恶意。花学堂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快走，跟我回去，你们也都跟我回去。叶凝芝，你当自己是什么人？你要带人走就带人走，别太嚣张。皇后娘娘已经说了，各位大人平日办差辛苦，我这次叫梨花学堂宫女来好好招待大人，我这么做于情于理何错之有啊？是，来，皇上，来，子凌，跟我走，放开凌芝，你快走，走。凌芝，我已经是他们的人，你是知道的呀，你这样惹祸上身不值得。拿上你的东西，给我滚！刺客已入宫，明日辰时就要动手，提防近身之人。齐大人，我收到了很重要的情报。皇上现在在城郊狩猎，还没有回来，我立刻安排人去禀报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千万不要向任何人透露，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青龙。那好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是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这就走。娘娘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严宽跟你说了什么？魏大人劝过你不要再去见那个严宽了。严宽跟本宫说，一月之后，燕都户户办丧事，家家挂白绫。风言风语，怎么可能家家户户都办丧事？按照大梁的礼制，皇上驾崩或是皇后病天，户户都会守丧，自然会挂白绫。可是他的眼神告诉本宫，那个要死的人是本宫。他那是妖言惑众，吓唬皇后娘娘你的。
现在是卯时三刻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凝之姑娘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皇后娘娘，麻烦两位通报一声。可是皇后娘娘不想见你。这件事情真的很紧急，两位帮帮忙好不好？啊，那你等着吧。站住！郎大人，那么紧急要找皇后娘娘，是为了昨天晚上教导宫女的事吗？这件事情不关你的事，你给我让开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皇后娘娘不想见到她。如果她进了永德宫，你们两个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坤，这件事情关乎皇后娘娘的安危。谁敢不听我的话，50廷杖下去，不死也得废。如果皇后娘娘有什么事情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如果这个女人再靠近永德宫，把她拖下去，打到她不能再来，听懂吗？是。叶姑娘，请回吧。哼！昨晚，臣遵照娘娘的吩咐，想好好的教导梨花学堂的宫女，还请了王大人几位过来亲身教导。可是那个叶凝之突然闯入，说臣等轻薄宫女，还说要到皇上那里去告状。朗坤，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叶凝之这三个字。是。严大人，刚刚到陈氏。陈氏是个好时候。陈氏到了，难道刺客要杀的不是皇后？参见皇上。好几个时辰过去了，怎么还没有醒过来？回皇上，凝之姑娘的内伤并不严重，只是后脑受到冲击，微臣也不好判断她何时能够醒来。魏大人，有两名刺客行刺皇上，幸好凝之姑娘及时赶到，救了皇上，皇上安然无恙，但凝之姑娘受了重伤，
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好时候啊！是。 怎么样，刺客招了吗？皇上，刺客坚持说是因为痛恨皇上，所以才前来行刺的。这绝不可能，刺客一定会有幕后指使，且幕后指使一定不简单，否则怎么会混入宫中的？禀皇上，臣等已经用过大刑，但刺客嘴很严实，无论如何也不肯透露半分。 如果再用刑，只怕他受不住，到时候就没有活口了。继续查。是。皇上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宁芝姑娘已经醒了。何时醒的？你为何不告知朕呢？大概在半个时辰之前。皇上，刺客行刺皇上的时候，宁芝姑娘本不应该在御花园出现，或许她事先知道什么内情啊。是啊。 恐怕还要到御医院找宁芝姑娘取一些口供。您不用着急，就明日吧。她刚刚醒过来，需要休息一阵。皇上，臣等尚不知道刺客有什么后招，查明事情真相越快越好啊。她正在病中，如果你询问她又晕过去了，那便如何是好呢？朕说明日，就是明日了。是。皇后娘娘。 皇后娘娘，那个刺客被严刑逼供，已是生不如死，却仍然不肯说出幕后主使是谁。皇上已经下令，将戒严令由燕都扩大到韩城，还下令各地的驻兵立刻赶回燕都戒备。皇后娘娘，娘娘。 本宫想敬一敬。魏大人，宁芝姑娘呢？她伤得怎么样了？魏大人，宁芝姑娘已无大碍，她现在已经出去走动了。宁芝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有要紧的事情要办吗？你都受伤了，还有何更要紧的事要办？我看一下，伤哪儿了？啊？已经没什么事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要逞强，要好好保护自己。 有什么事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一起分担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被关押在那儿的严宽，和那个神出鬼没的四脚太监，我一直都琢磨不透。严宽预言。 大梁最有权势的人将会死去，难道他一早就知道皇上会被行刺？我能及时的救到皇上，也是因为四角太监提醒了我。我不清楚四角太监是什么来路，但严宽是真正的唯恐天下不乱。他接近富贵妃来打压皇后，接近皇后来打压长公主，又挑拨长公主和皇上反目。哼，这种人的野心呢，就是要在乱世中翻云覆雨，天下越乱他越得意。那为什么？ 他很多预言都已经成真了呢。人对自己不知晓的事，总怀有一种恐惧。严宽故弄玄虚，令人心生恐惧，从而利用这种恐惧来操纵人心。朝中有许多官员都与严宽有来往，为他所用。
就连这廷尉监狱的狱卒，怕也十有八九听他差遣。耳目众多，所知也多，推断形势走向，谎称堪舆之术罢了。难道皇上不知道他是这么危险的人物吗？他当然知道。但先帝立过遗诏，无论严宽犯了什么错，都不能杀他。毕竟他当年摆下七星灯求寿，为先帝延长了八年的寿命。啊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当年御医们都说先帝病入膏肓，时日不多。这时候严宽出现了，成功为先帝续命。可我曾听我爹说过，在那段时间，那些御医的家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染上了怪病。或许严宽是以此操纵那些御医，逼他们在先帝面前说谎话。你觉得呢？现在严宽被关在这里，事情尚可控制，一旦将他放出，天下又将陷入动荡。皇上，叶凝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凝之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快快起来。谢皇上。怎么样了？身体好些了没有？嗯，还有一些些不适，不过御医说很快就会好的。那就好，可把朕吓坏了。皇上，那个刺客招认使者了吗？清冽的空气，万千烛火中飘逸。你曾是这里最平凡的流萤，靠近我，将时间凝聚，心波光粼粼，像一场，像一场梦境。逆着光找寻一个遥远的身影，拥挤的山场竟然如